大家好，我是轩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圣教军流程。我们接着上一期来，上一期打到这个前缀塔的第一层。好，一上来就怪很多，正好我们这个技能怪，就一怪多是没什么压力的。正好这个锤子是怕你筑墙的，是吧？我连系统的墙都可以穿，何况你住的这种小墙算什么，是吧？你们过了啊？不过目前是打单体依然是缺乏，打群体是没什么压力。你见过我的女儿啦？还喜欢他们的陪伴吗？不太喜欢。一群裸女气冲冲的攻击我，这和我在魏斯马区的夏天一模一样啊！为什么去的夏天？看来我们林登起码按照他说的，他应该是很受欢迎的，对吧？夏天那么愉快的，是吧？度过了。好，我们不纠结那个问题，我们继续我们的战斗之路，还有这个技能就算了，实在很多。走吧。这些可怜的孩子永远活在折磨之中。他刚刚说的就是这些孩，这些被巨人，然后被那些锁链什么盯住的。他一直说的就是那玩意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不知道他们去了什么地方。今天你就跟我一样厉害。又有新的符文，我们把这个解决了，我们来换一个试一下。肥盾，凡是只要有成人魔法师，是吧？我们就把定为他会无限复活。应该没了，肥盾，肥盾的新符文。我看过有人被活活割断喉咙，挨饿的孩子住在污秽不堪、百姓服侍的地方，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。勇士，我想想，就先这样把那两个符文也是一图大吗？因为他，我还是把它稍微演示一下，反正是个演示的。还有一个什么符文？还有一个我也不太记清楚，紫色的哥布林，好像你长得比较大，其实也没多大。既然你紫色的，我们就要给你点面子，是吧？我们技能全开给你搞了。可以看到你在不停的用那个深路，然后你用了之后它会爆炸，因为它的那个阿卡拉勇士的效果是这样。就是你每消耗20点生路，它会对周围造成100%的武器伤害。正好一个飞盾就是20，所以说刚才我们一个飞盾就会附带一个群体伤害。效果嘛，一般般，不算什么特别好。我没去找你，你来找我了，那我们就把它解决掉。把这种自不量力的还不行，好像还有点血啊，受禄不足啊，你也只是血厚，你能怎么？你还能翻天？翻不了吧？觉得我们降一个难度吧，不然这样的话，他血太厚了，我打起来不是好吃的。我们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。哇，这里降到普通难度了。看来我们装备不太好。当然，正常玩法的话，一般推荐大家先普通穿，之后再去调整难度，否则的话，确实打起来纠结点。当然，如果说你已经有了一道只是练小号的话，那就无所谓。你的出现让我很疑惑，你踏出的每一步都让你更加接近我的怀抱。
那我们就离他怀抱就更近一点吧，这没事是吧？顺带让他离死神的怀抱也近一点。哎，至于他，不对呀、啊，老夫说死后下地狱，他已经从地狱上来了，你说他再回到哪去？好像还是回到地狱，因为我们说了嘛，恶魔是。就说恶魔他总体来说是不会死的，顶多说是他现在就死了就不会去复活，估计是这样，因为起码几大魔王是这样的，至于这个他不算几大魔王，但应该也不至于说那么弱是吧，所以说复活应该是可以办到的吧，起码他不是这些杂碎是吧，俗称的杂碎。说实话，打到第三关这个等级好像确实低了点，因为沿路杀怪杀的比较少，是吧？多半像这样跑，所以说等级不高，等级不高，所以说打他们还是有点吃亏。生路快耗尽了，我是说我们啦。哎呀，但是也不用这么吃亏吧？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这个毒素加持的话，你不是斩压的话，毒素加持那个毒素伤害确实还是有点小高，所以说下个补丁中那个毒素加持将会稍微削弱一下，就是说，毒素加持它的间隙将会变大，就是说每一个之间它不会放的这么密集，然后第二点就是它在放的数量不会这么多，就是说每个精英怪放的数量不会这么多，不会像现在这样。当然这种普通就是低难度下还好说，当你高难度下之后，他一次性几个把身上罗罗也有那个放，可以看到现在的罗罗是没有属性的，如果以后罗罗有属性，他并且他也会放那个毒素加持，那个地上的那个一滩毒那个玩意，然后一堆一起放啊，基本上那就是满拼毒，并且多数地方还是叠加的，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很恶心。不过毒素加持一向不是我最怕的，比起什么漩涡啊那种东西好多了。漩涡恶心就是恶心在，比如说我就被漩涡这样恶心过，他首先有罗罗，然后是熔火，然后我直接把他秒了30个，然后还剩下两三个吧，然后那个地上的火球就开始准备爆炸了，这个时候自然想法给你走出去嘛。你一定迫不及待的想，然后走出去他漩涡回来，走出去漩涡回来，然后你就懂了，然后一炸就死了。那个是没有选择的，除非你是那种防御，就是说攻防比来说你防御要高于攻击10倍的那种存防是吧，保证安全的，那基本不会炸死，不然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戏的。并且当然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无所谓，至于肯定想说就是说对防御的话，是肯定对抗性和护甲这个东西是要比对血量好的，因为考虑到一个东西就是回复，如果你只是堆了血量上去了，是的，你的有效 HP 是和别人差不多，但是你掉血下去再想堆上来再想回上来就很难，所以说大家都推荐的就是堆抗性和护甲。物理职业不是说，就是力量职业是，对护甲是会非常方便的，但是抗性堆起来就难了。但是法系职业就相对来说简单，当然敏捷是最蛋疼的，是吧？他们堆的是闪躲，闪躲这个东西又是靠人品的一个，甚至可能人品不好，你懂的。他连续几次不闪，然后直接就挂了，那也是。恶魔宝箱啊，现在恶魔宝箱基本上不出东西，因为某些是直接削弱了，这个也算很头疼，因为一件事情你削弱反而影响其他的东西都是有影响，这和我在威斯马区的夏天一模一样啊。不要炫耀了好吗？锁链撕裂他们的血肉，听听他们的惨叫声，真猴急。我想我应该先自我介绍，我是阿兹莫丹的妻子瑟比亚，人称瑟比女王。我们之前好像见过，
你这句话是说刚刚我们见过，还是说你在之前就见过他？这个有点夸张啊，你是与王子都见过？好，一个，两，哎，哎，两个，哎，三个，说怎么打不着？虽然打精英打不赢是吧？打不过小喽啰还是轻轻松松。罪恶之心缓缓流出。然后到时候战马的话是要这样一个修改，就是说它会把 CD 变短，当然它会把持续时间也变短。这样的话就怎么说呢？就是说使它你跑路的话其实差不多，但是你就是你想用它来逃跑，就是说比如说别人放技能，你再用它来闪躲，这个机会就多了。因为虽然说它持续时间变短，但是实际上你躲掉这些技能，你只需要很短的时间，一下就够了。它的持续时间变成1.5秒，其实少0.5秒区别不大，但是它的人家时间缩短了，确实很好，还是15秒吧。还是多少秒，反正跟普通的技能好像都是共用了，那应该是15秒。可以看到用飞盾之后对群体攻击相对来说要削弱了点。算了，不墨迹了，直接下去。因为墨迹久了，那么这一期因为现在很多人打怪的路上，但是说剧情吧，其实这也不用演示什么剧情，那也就无所谓了，慢慢打吧，慢慢打。因为慢慢打，多打点怪，把等级升起来，然后多演示点技能，大概我们就这样吧。那个叫什么木林什么什么那个剑，圣路不足。我们果然是传奇之路，就是传奇之路，身上怎么可能会没有传奇一的装备呢？是吧？很好。野木林，束手就死吧。这个铁之心也差不多了，是吧？不要紧，既然反正我们能一直保持我们身上有件传奇，那就行了。至于说一件身上全是传奇，那个，除非我们不换，不然的话太考人品了。啊，这里用飞盾不是好选择，因为飞盾的那个攻击数量毕竟是不算太多的，所以说打群体略有点不给力。哎，你们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低调点，低调点。低调点行吗？算了，不和你们玩了。夜华雷姆，你以为自己见识过痛苦吗？体会过折磨吗？没有。我的爱妾，很快就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痛苦与折磨。这话我同意一半，就只不过是对象反了点，我等一下让你的爱妾来体验一下痛苦与折磨。好，我们走，不聊他们了。那个胖子是很烦的，因为他会跟别人上护盾，那个护盾和精英怪的护盾效果一样，就是免疫任何伤害，是很烦的。不会，当然他这是免疫次数还是免疫什么，这个我不太清楚，反正他是能免疫伤害，是一个超凡的属性，尤其是一堆这样的精英是吧，你跟我家，我跟你家，那个时候就是很头疼了。所以通常这种怪能够第一手控制就把它控制了，然后直接把它秒掉，然后就很烦。走啦，我的厉害。飞盾总体来说行，就是从对敌人数量来说我稍微弱了一点点，然后下个版本的话圣骑将大幅提升，飞盾的伤害提升好像还不太明显，反正那个盾牌猛击的伤害是将大大提升了。哎呀，
要杀胡德。哈哈，好极了！你报什么武器呢？我刚报一件成装武器，你怎么可能有成装武器好呢？哎，他们天生自带护盾，这个，哎，能不能我不要我讨厌什么你来，你们来什么好不好？我们换点别的玩行吗？好，一个多的被动技能，一个是靠你盾牌格挡值提高护甲百分比，所以说这个圣骑的其实防御来说是很强的，尤其是。下一个版本它要对圣骑进行另外一个加强，那样加强之后将会使圣骑变得更加强大，就是嘛，圣骑受到的伤害将会降低15%，就是虽然说它没有野蛮那种降低30%伤害厉害，但是降低15%已经是不错了，是吧？这比起其他几个职业来说已经相当优惠了。总体来说，其实我觉得圣教军他是不缺那个，不缺防御的，因为他防御我是觉得他还不错的，相对来说只是他的攻击力要欠缺一点，不是那么给力。虽然说他也能打，也不是伤害低，只不过说是你打的效率真的是没有其他几个职业高。当然也可能是圣教军是个新职业，大家开发度不高。不过其实这次改动开发度我觉得也差不多。不过我们还是等改了之后，光看那个上面的说明还是没有。当然美服已经改了。然后，哎，铁人真的要换下来了。然后明天的话，就是明天早上就会进行维护，维护的时候就会把那个补丁时装上线，那么我们亚服也就会有那个补丁效果。那到时候等改好了，我们再试验一下。当然到时候录视频可能再录一下吧。当然那个时候也就是大家已经看到这一张视频的时候了。我要做个正直的人。是是是，但要是我们活了下来，然后你在旅店被丰满的女士和喝醉的商人围绕，你还会这么想吗？还是你不是吧？你还没一下你就背叛了你自己的想法，你太不靠谱了。不过我们知道，按官方的设定，就是最后林登和艾琳娜应该是在一起的。虽然我们的没有空间，寇马克尝试过表白，不过被我们艾琳娜委婉的给拒绝了，是吧？发了一张好人卡，哎，我们为他表示悲哀。更多东西了。背包满了，背包又满了，背包满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好，我们回城，不要回城镇。稍稍绕了点远路。今天有批新货，哎，要看看吧。啊，比你身上的好，拿去吧。我收下了。九点伤害，算了，九点伤害也是伤害。因为这上面没有宝石，而我又懒得去再去想办法等其他宝石出来，就干脆直接简单点，是吧？直接把这个宝石给镶上去，多那么几点伤害就行了。再下去我们就去打那个叫啥，打瑟迪亚，把瑟迪亚解决了，我就快点跟过去，直接把我们的那个奥兹莫丹一次性解决掉，算了，不跟他们多纠结。哎，我应该换点技能，这个技能好像爆发性，就这样打吧。算了。骑马狂奔还是，我觉得2秒其实已经很短了，1.5秒。跑路来说真的不靠谱，当然作为一个机动技能还是肯定没有问题的。
是要伤害我呢？因为你属性嘛，你属性不是 M 吗？怎么会这样？M 对 M。我现在要吃你，我会好好玩弄你的尸体的。我对你掉的装备比较感兴趣，至于你的尸体，我没有那个时候。绿色的敏捷，没什么好东西。我们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要打掉。虽然阿兹莫丹跟麾下的部将都很熟人，但与他最亲密的还是色欲女王瑟蒂亚。她的外表既美丽又诡异，上半身是个女子，但腰部以下则是蜘蛛的模样。据说她的声音仿佛蜜糖般柔顺，但话语却阴狠夺命。声音嘛，其实我觉得也还好，没有多么的夸张。至于话语嘛，也就一般般啦。你能怎么夺命是吧？你还能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能把我说死？他可没唐僧那个水准是吧？唐僧确实很屌。我是说我们啦。能够了。这种天生自带瞬移的怪也是非常讨厌的。哎，火焰，你为什么要喷他？啊？还好，我幸亏不是困难难度，虽然说困难难度，我相信也应该打他没有问题，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只要你不是跨等级跨的太厉害，一般来说还是可以打他是没什么问题。当然，如果说是你的攻击型但是防御不够的话，打他如果他一跑，跑到正好是精英群甚至两堆三堆，那也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们就不理他们，走了。算了，也不用调什么技能配置了，这套技能配置还行。那我们把怪解决了，把技能稍微调一下吧。速攻。加点恢复技能。盾牌母鸡，还是用飞盾吧。战马奔腾肯定是没用的，我们用军队，军队也没什么用，用挑衅。对，用挑衅。这个护甲审判，还是就用这个光吧。光我们改为使他受到伤害提高20%，然后这两个天堂之怒，对，天堂之怒还没演示过，我们演示一下天堂之怒。就这个就不换了，就这样吧。然后这个天堂之路到时候会是唯一到时候要削弱的，当然不是削弱所有，而是削弱它其中一个符文，因为那个符文来说，它对于它不是说它个体很变态，而是相对于其他技能之后，就使它自己本身比较变态。当然仅仅是对，这是个近战技能，仅仅是对那个我们圣将军自己啊，所以说使大家很多人不用其他的消耗圣怒的技能了，而只用这个技能，这个就开开的嘛，这就是从天降一道光，然后自动锁定敌人。自以为是的念法雷姆，够了。可以看到他还是，还是没做成功，这个真的好难做，这个成就就是在他召唤出小弟之前把那玩意给打掉，真的是不靠谱啊这玩意。来，再招一个，
哎，再烧一个怎么样？我真的很想把那个成就给做出来。够了，那边，那边。我要永夜，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孽畜！哇，打偏了。我的仆人，哎，还没打掉。大胆，你的傲慢与血肉。够了，够了。我要永夜。是的。你这个啊，怎么这么难呢？哎，打偏了。你够了啊，你够了、啊，再招一个，再招一个。你的傲慢与血肉。别怪我没给你机会啊，再招一个。哎，再招一个嘛，给点面子嘛。你提前说行吗？好吧。算了，我们算你给面子，就不找你了。他让我们继续了我们的传奇之路。哎，你，我，不是吧？你让我铁子心一路铁心啊？这个有点，怎么说呢？一路拿着铁子心过去，这确实感觉很郁闷啊。铁子心加铁子心，还有铁子心。60%，今天掉落没有红宝石吗？哦，红宝石在这里，算了，60%吧。这个我们要一路穿铁子心过去，这个确实很蛋疼的这件事情。也不是说不要传奇，但是你我已经几件铁子心了，我换下来又换上去。我需要回去一趟。穿的这件靴子的话提升不大，但是当然它可以提升祝福之盾的伤害，算了，换了吧。不过换的时候没速度。好，那么，哎，算了，我们把这一期还是直接给过去了。下一期我们就直接开始第四章，并且第四章的剧情相对来说也短一点。之后我们就会进入第五章了。艾德利亚，你是什么时候？好，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下期再与大家再会。是吗？摆个造型。好。